Hello， 今天我要来开一个 BoxyCharm 的开箱。这个是 BoxyCharm 的 Base Box， 就是一个月是$25，然后到加拿大是$5的运费。看看这个月都有什么吧。一个，哎，这个好像是个圆圆盘。哇，其实我不太想收到圆圆盘，因为觉得圆圆盘太多了，怎么都用不完。这叫 Iconic London， 其实它是在 Made in PRC， 然后。其实它是英国的牌子，打开，哒哒哒哒，是这样的。其实颜色还挺美的，有没有？比较 neutral 的颜色，还可以。但是真的是好大礼盘，我可能会送人吧。质量感觉还不错。然后下一个是这个 Lucky 的刷子，这个好像还好。这三个刷，一个是。Bronzer brush， 还有一个是 Compact brush， 还有一个是什么 Brightening brush。他们家的刷子我上次也有收到过，质量还不错的。那下一个，这个是这个月订盒子，然后他有送一个东西，他有选你是选送眼影盘还是送那个这个是睡眠面膜，然后就选了这个 Dr. Brandon 的睡眠面膜，因为他另一个好像是一个那种书的眼影，不太想再要眼影了，所以是这个还可以。下面一个是珀尔的 4-in-1 Collecting Primer， 然后这就是个 primer， 但是它是 silicone free。 嗯，好吧，然后再下面一个就是 Fenty London 的散粉，大家看一下。然后一个啦，就是 First Aid Beauty 家的 Facial Radiant Pack， 这个好像是干什么的，是不是跟化妆水一样的那种 pack？然后我刚刚才把它打开了，里面是这样的，感觉很坑，但是我今天打算用。好的，这就是全部我这个月 BoxyCharm 收到的东西了。其实不是很喜欢这个眼影盘，这个眼影盘还好，中规中矩吧，就是我的眼影盘太多了，怎么都用不完。然后其实它当初这个 Fabric 的 Box 可以选，你喜欢的，其中有那个面部精华液，还有一个眼霜，还有一个眼影盘，还有一个什么 Lip Corrector 还是什么，我忘了。然后当时我没有错过了那个选的机会，所以就随机给了我一个眼盘。总的来说$25，加上$5运费，就其实还好，我觉得还是比较值的。但是如果有些东西你用不上的话，可能就是比较鸡肋。好的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个月见了。